When a demo didn't go to plan, a young Hans-Jörg Gerber knew things could be better. And so begins a journey from then till now. And we kept on going. In 1971, Hans-Jörg Gerber created the first Thermomix. If all we wanted was to make a food processor, we would have stopped long back. But we wanted to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which is why we're still going. Then, now, always. Thermomix. 自己用你自己的食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煮 ，OK？ 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它里面的是 auto mode 的 ，OK？ 那我今天呢，我会做咖喱鸡跟炒米粉，咖喱鸡跟炒米粉本来就是一对的嘛，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地的要做这咖喱鸡炒米粉，而且呢，我会一个用机器里面改的 cooking， 炒米粉呢，我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煮，那咖喱鸡呢，我就会去 Cookie Do 里面先找食谱出来。那大家可能都会好奇，因为你很想要知道到底是Thermomix怎样找食谱呢 ？OK， 那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 Thermomix 的荧幕这里，然后我会把它翻过来。哇，你看这边有写 Hello Dion， 你今天要想煮什么？那我今天想煮什么呢？我就可以在这个 Cookie Do 这边找咖喱鸡。好。 你们想找什么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那如果你只是想找咖喱的话呢，那你就按咖喱。然后呢，从咖喱这边呢，它有各种的咖喱食谱哦。你看我这边单单咖喱，我就找到了，找到了42个。那我在这里呢，我看到了咖喱鸡，我就按进去，然后呢，按下去呢，你看这边它有告诉你这个是很容易的。然后呢，这个10分钟。 你在这边操作10分钟而已哦，它只需要你的手去操作10分钟。那剩下总共呢是1个小时，它包括了腌那个鸡肉，它煮鸡肉，然后呢这个分量是5个人的分量。好，然后呢这边它还会有告诉你这是需要什么食材，然后它的方式，它的 method 咯。那我只要准备好食材，那这个就是我准备好的食材，然后还有鸡肉 ，OK， 那我现在就开始烹饪咯。 OK， 那先他叫我把那个碗放在上面，然后鸡这个鸡肉呢，我已经是腌好了。它前面的部分呢，它叫你放盐放鸡旋肉，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腌。那这个腌的部分呢，我已经好了。OK， 那腌好了鸡之肉之后呢，我就会按下一步。OK， 那现在呢，他就叫我放辣椒干。好，我现在就前面的部分呢，还是叫你放盐跟咖喱粉去。 腌那个鸡肉，那个腌的鸡肉就是这样子，咖喱粉跟盐而已哦，就是这样子腌。那到了这边腌好之后呢，我就会到这边，它这里呢就会告诉你放20条干辣椒
那当然你是可以凭你，虽然这个是 guided cooking 引导式的烹饪，就是可能你本来就不会煮咖喱鸡，那你可以用引导式的烹饪。那这边呢，辣椒我自己可以调整的，我是没有吃这么辣，所以呢我这边大概只是六七条而已，我就放进去哦，煮锅里面。然后呢我好了这一步之后呢，我就按下一步。 OK， 这里说三个蒜瓣，那我就放三个蒜瓣进去，如果你想要放多当然也是 OK 啦。 OK， 那再按下一步，就是每做完那一步你就按下一步。这里呢他有叫我放小红葱，就是这种小红葱，那我就放进去，他叫我放十颗，然后我自己蛮喜欢小红葱的味道，所以呢我不止放了十颗呢。 OK， 然后呢我再按下一步，石斛子。那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示范的都是用原形食材更健康，对不对？自己做的都是原形食材，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咖喱 paste 外面买的话呢，它也不是原形的，它都会有一些添加物的。然后呢我再按下一步，新鲜的南姜，哎，黄姜。 OK， 然后再按下一步，它叫我放南姜，那我就放南姜。OK， 这里还有两片的辣椒。 OK， 那我就按下一步，这里呢它还有告诉你60克的植物油，那我就放60克的植物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如果你已经本来会煮咖喱鸡的，你也是可以随便阿嘎用你的方式去煮。那我现在呢是 assume 我不会煮咖喱鸡，这样我就会用引导式的方式来引导式的烹饪方式哦。然后呢再按下一步，20克的水，你看哦，它出现这里说加入20克的水，这边呢就有一个半秤了，那我就会倒20克的水，所以是很方便的。然后呢下一步它叫我盖上煮锅盖，这里有说盖上煮锅盖，那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都是原型食材，我们会原型食材来做我们的咖喱 paste。 OK， 我们按下一步，按下一步而已哦。然后呢我就直接转这个，就是他要我转这个。这迪欧呢他其实是用这一个速度时，就是最高的速度呢，去把这个食材搅拌成咖喱煮。其实呢我们有个 moment 的话呢，我们煮咖喱是非常的方便的，你就是去买油锅把它放进去，20秒它就可以把全部食材搅成咖喱煮。因为我这 cookie dough 里面的咖喱鱼也是非常的好吃，我是很常很常煮的。对，你看哦，刚刚我们是20秒而已哦，他已经帮我们打碎好了刚刚放进去的食材哦。所以呢我们自己做咖喱派其实是很容易的，不像传统的方式哦，他们有可能是要拿那个针来针到它这样子碎碎的，或者你还要拿一个 blender 哦，搅碎了你还要跟它刮出来放在锅里面炒，然后你还要洗那个 blender。 对，就是你要洗多一个 blender。 可是呢我们现在是直接 blend 然后直接煮这个咖喱鸡，然后这个是完全是自己原型食材做的话，我们自己也是会吃到比较健康哦，然后是真的很好吃，而且你可以凭你自己的喜好去调味的。 OK， 这个就是做好的那个，然后呢我们再放进去。 OK， 我完成了这一步，该做什么呢？就是按下一步咯，就是这么容易。所以呢都是用手指，只要你会买食材用手指按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叫我放咖喱叶，咖喱叶他叫我放一小束，那我自己很喜欢咖喱叶的味道，我就放两束哦。然后呢再按下一步，香茅他叫我放两束，可是呢我又喜欢放多一点，所以呢还是可以凭你自己喜欢的来调整它的分量啊，调整它的口味的。然后呢我就会盖上盖子，下一步。 OK， 它这里都已经设定好了八分钟，也设定好了温度，我只要转这一个罢了。所以他现在八分钟去帮我爆香刚刚里面的香料，所以呢我是很轻松的，我就可以去切马铃薯，如果我马铃薯还没有切，所以你是完全不会浪费时间的。或者是你在准备下一道料理的这些配料食材，你都可以去很省时间的。再来呢你看咯，我煮这个咖喱鸡我在哪里煮呢？我是在我的干厨房哦，在我干厨房旁边是书来的哦，旁边是书来的，而且呢我是这里是没有抽油烟机的，
那 Thermomix 的一个烹调方式，除了是一个健康的烹调方式之外呢，它也是能够让我们在煮饭的人也是比较健康，因为呢没有吸到那个油烟。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爆香，比如说你在爆香这个加力机加力 pass 的时候，你一定要开抽油烟机的，然后呢抽油烟机在上面哦，然后你在抽油烟机的下面哦，那是谁先吸那个油烟呢？你咯，一定是煮饭的那个人先吸了才到抽油烟机吸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用 Thermomix 来爆香，那我们的温度呢，我们虽然是120度，可是它爆起来是很香的。然后为什么如果你喜欢高温的话呢，其实 Cookie Dough 里面也是有高温的食谱。那大家如果你想要，你觉得偶尔要吃高温的食物会比较好吃，那你还是可以用 Thermomix Cookie Dough 里面的食谱做一些高温的料理。那如果一般上呢，我们最好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呢，就是吃平常多吃一些健康的烹调方式，偶尔你要吃煎炸，偶尔你要吃高温，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可以满足你做高温的料理的。对，真的是很方便。迪翁，你这边还需要爆香多，大概还有六分钟是吗？我们还要六分钟。好的，现在我们先去看一下 ID 哈，它那个锅到底洗得怎样了。ID， 你的锅洗好了哈？说、洗好了，洗好了。OK， 所以你们看啊，OK， 所以它已经是，你看啊，那个锅壁啊，刚才是有，就是粘着的嘛。你看现在它已经是完全没有了的，已经是洗干净了的。你看，所以那个水呢，我只需要倒掉，然后再用冲一下就好了。我不用好像穿，那你下那个锅盖嘛？其实它洗的时候，它连那个锅盖也是。对，你可以看到那个锅盖是有那个泡泡的 ，OK， 就是那个洗过了的，就是那个肥皂的泡泡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都是很，就是它会洗到整个上来的，就是不只是洗下面吧。虽然我的水只是放到盖过那个刀煮罢了，但是它是会把整个都是洗干净的。你看我的锅壁那些，你也不会油油了的，因为你刚才想象，我们刚才是有用就是那个 vegetable oil 下去做这一个蛋糕糊的。所以白 它是会油油的，但是我们用了这个方式洗，因为它为什么它会洗得干净，会把你的油渍去掉的话，它的原理是因为它还有用温度的。所以用 Thermomix 洗它自己 pre-clean 的这个 function 呢，它还是有用温度的。你看现在我摸、我是可以 feel 到它有温度，然后你要 exactly 知道它是多少度的话、你把它放进去我就知道。这里它有一个显示的，这里现在我的锅里面的水是55度，所以其实这架机是很智能很智能的，好像你的 iPad、iPhone 这样，甚至比他们更加智能。因为你看它现在，就算我没有启动什么，我放下去这里小小个这个 temperature 的小小个圈圈，它都可以给我显示说我里面的东西的温度现在是多少。所以我已经知道说它里面是有一个55度的水，所以我摸下去它不是很烫手，可是是温温，是有点热热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些温度的原理来把那个油渍去除掉，所以我们也不用用到太多的那个洗碗液。因为甚至有些人可能他们用家庭普通用的那种洗碗液，其实用多也不好，因为有一些很多那些就是 chemical 的东西。所以 Thermomix 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健康安全。好的，谢谢 ID。 这样现在接下来你会直接跟我们示范那个橘子酸梅对吗？可以。所以我现在呢 OK， 因为刚才那个锅，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锅呢，我就来给大家看我要怎样用这个做这个橘子酸梅。 OK， 所以这个橘子酸梅呢其实是一个 manually 操作的一个食谱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告诉你也是一个很简单，我只是需要一个六秒钟呢，我就可以做一个橘子酸梅水出来给你们看了。因为真的是很方便，因为我们这个 Thermomix 里面呢它是有一个 turbo mode 的。 OK， 所以现在呢就需要把这个冰糖打碎。OK， 所以我们自己做水啊，做东西，我们都跟还是在讲说很多次了的，就是我们用的都是好的食材，健康的食材。所以我们的水呢，我们也是放这种好的这种蔗糖、冰糖啊，所以看你自己喜欢怎么样的。然后一样咯，刚才就是讲了的糖分，你可以自行调节，要很甜，不要很甜都可以。所以你看，打开磅秤，我就先把这个冰糖放下去，我大概放一个80克左右的这个糖就够了，所以我就放一个80克的糖左右。
然后我盖上这个煮锅，我要启动的是一个 turbo mode， 就是我们小美里面有一个叫做 turbo mode 的这个功能。这个 turbo mode 呢，它是可以用一个四秒钟，它就可以帮我的冰糖打成冰糖粉。OK， 所以只是需要一个四秒钟。所以你看哈，我就开这个 turbo， 所以我一按了这个 turbo 呢，它就会自动帮我 lock 掉这一个盖了。所以我现在是拿不开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urbo mode 它是用一个很高速的原理来把你里面的东西打碎，所以为了你的安全，它就会先 lock 起来先，不要等下你不小心丢到东西进去，或者是不小心小孩子的手还在里面之类这样的东西，这样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这个只要我们一启动 turbo 的话，它就自动会先帮我 lock 起来了，你才可以启动。如果你没有盖呢，在上面它是启动不到的，所以还是一样顾着你的安全着想。 OK， 所以 OK， 我先用一个两秒，我们再来多一次，就是四秒钟的时间呢。然后你看啊，我没有按什么，它不按停了，它不可以开的，因为它也不想怕你不小心，你弄好了之后它也怕你不小心，可是你这样刷到一下还是怎么样，你启动到它，那你是不是会打到你自己的手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它一定要你 make sure 你按了离开这个 turbo 的这个页面呢，它才会打开这一个东西。OK， 所以你才可以启开这个东西起来。所以你看啊，你看看到吗？我的那个冰糖粉已经是。是猫眼吗？是猫眼的，你看到吗？它不是眼哦，它其实是那个冰糖打成粉很碎。对，所以你就是已经把它打成碎碎的这个冰糖粉。所以呢，我们再放水下去。OK， 所以呢，我就放几指。OK， 几指我们是整粒放下去，我等下就给你看。整粒放下去，我用 double 打都好呢。我的几指的那个种子也是不会被打碎的。你先看啊，所以我就把几指放下去。然后酸梅呢，我就有切了，因为酸梅的种子确实太大颗了，所以我就有把这个酸梅的那个肉切出来。所以其实也是很看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什么口味，所以其实都是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机器不是机器在操控你哦，是你可以自行去操控它，你可以依住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来使用这家机器。OK， 所以你看啊，我把这个酸梅倒进去，然后我再加水。OK， 所以水呢，我们是加一个大概800克的水，所以我放进去一整罐是差不多是一个800克了的。OK， 所、so, 以好了之后，我就再盖上这个锅盖，我再回去 turbo。OK， 你看我按 turbo 了啊，它就自动又 lock 起来了。OK， 我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我没有按 turbo 的话 ，OK， 那如果没有盖锅盖，我没有盖锅盖啊，你看我按 turbo。他不能的，他不能的，他就跟我讲说 no leak detected, please check。 所以这个他知道的，他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他懂了。 OK， 他知道的，你不要骗他。 OK， 所以我们盖了之后，我再按多一次 turbo， 他就可以操作了。 OK， 所以在这边我还是需要一个两秒的时间就好了。好了咯，等一下啊，它我也是一样要按 home， 它才会打开。走、so, ，打开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把那个水先倒出来先。OK， 要怎样把这个水倒出来呢？这个 Thermomix 也是有送来一个东西给我，这个不是送的咯，这个就是也算是送来，就是你买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会跟着你的 TM 一起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网锅，这个网锅呢，它就可以帮你过滤东西，然后洗米啊，洗水果啊。洗一些蛮就是你看米啊它都不会漏出来的，这个所以是很好很方便的。所以这个锅呢它也可以帮我们过滤的，所以我们只是需要把它这样子压在这里放进去，然后我倒过来这个，这个网锅是非常的好用的。如果你要煮这些好像菊花茶，你可以把这些菊花放在这个网锅里面，然后整个网锅放进去我们的煮锅里面，这样你煮好了的菊花茶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菊花倒掉。有时你要煮药材汤也是可以把你的药材放在这个网锅里面，然后放进去煮锅里面一起煮，这样你的药材煮好过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丢掉了。找这个种子给你看啊，
等下啊，因为很滑。你看啊，看到吗？我的种子还是美美的。它是完全是一个短嗯。对，有人家说为什么你用哎这样打到水水，这样你的水不会苦吗？你那种种子不会烂掉吗？你看，真的是不会烂掉的。所以我们每次都是用这个原理来做lemonade。然后甚至你家里如果有 passion fruit 的话，我们也是用这个来用做 passion fruit。如果你有橙，我们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橙子，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六秒钟，你就可以有一瓶这样大瓶的这一个水可以喝了。加上现在天气啊是这么的热，孩子们在家里，我跟你讲，每天就是要找冰水喝罢了。与其你是给他们喝那一些汽水啊、奶茶啊还是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一点？With lemonade 这些啊，还有这个啊，也是可以变相的帮助他们补充维他命 C， 让他们抵抗力好一点。所以其实还是那一句，我很注重的一样东西就是健康还有时间。这边有一个朋友啊 ，Makim， 他问我们的网锅平时要怎样洗呢？如果他有你煮饭哈，他的饭粘就是那个粉粘着那个饭，你会怎样去清洗 ？OK， 所以那个。其实是不会难清洗的，只要你、哦、用水、哦、轻轻用那个轻布摩擦、哦、它就会掉了的。因为它的材质、哦、不是那一种很就是你会要刷到很辛苦的那种才会掉的东西的。其实它不是，它的材质是很好的，你摸下去的感觉它就是很容易的洗掉的。甚至你可能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黏啊，你的米啊黏到很久在那一边的话，你可能蒸住水里面一个15分钟，叫你去，其实你用手这样撸一撸，这样它就已经是掉了的那个米的那个浆啊。我明白你讲的是什么、啊、就是那个米水的那个浆。所以其实那个细缝粘白饭呢，粘白饭其实不会嘞，因为看你是用什么米啊。我们用的普通就算普通的香米都好了，那个缝不会啊，它的那个洞其实是过不到的，你可以看到吗？那个洞其实是很小很小一个。所以其实可以买那种小的塑子来塑，它就会出来了的。对对对。ID 可以说一下你的那瓶果汁到底有几多吗？拿上来看。哦、这一个哦，这样子是整一个800到900ml 的那个水来的。嗯，好了。OK。嗯。很多的。OK， 好了 ，ID 这边啊 ，Dion 那边应该是好了。我们先看一下 Dion 那边，可以。怕等下他的东西冷掉就不好。谢谢你 ID。Hello Dion。Hello， 好，我现在呢，其实我这一边呢是已经好了。我的给你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加利字加利 pass 就已经好了，然后是非常的香哦。然后呢，我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按下一步。OK， 那它就叫我放那个刚刚腌好的鸡肉哦，这个腌其实是非常容易啊，就是加利粉跟盐而已。那我就把它全部倒进去。OK， 然后加好之后呢，我再按下一步，叫我放马铃薯，那我就放马铃薯，再按下一步，100克的水，然后呢，它这边就有半称哦，那我就直接加100克的水。OK， 然后呢，再按下一步，它就叫我盖上盖子。然后呢，再按下一步。好，这里我只要转一转，还用12分钟去煮这个加利滴哦。然后呢，12分钟之后呢，我们都差不多，我们就加一点的椰浆或者是 yogurt 都可以的，那就可以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加利滴哦。那等一下呢，我还会示范给大家看炒米粉，然后呢，我会炒一整包400克的米粉哦。然后呢，等一下我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煮的。那现在呢，这个加利鸡我是用里面的食谱来煮的，就是机器里面的食谱来煮的。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像我这样，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不会烹饪的人，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完全可以讲是很抗拒烹饪的人，因为我很不喜欢，我觉得厨房会弄成很肮脏，然后我也不是，我觉得吃一餐要这么累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累。然后所以以前的我呢是完全不喜欢煮，也非常抗拒煮的人。对，因为我想问你，如果你没有 thermomix， 你觉得你会煮咖喱吗？如果我没有 thermomix 啊，不要煮咖喱鸡啦，连炒个菜我都不会耶。对，真的、就是、真的。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是我家里有三个姐姐嘛，然后我就本来就不喜欢煮嘛，然后再加上我从小就是我姐姐想要做烘焙的时候，她每一次烘焙都是失败的，然后又忙了整个下午，然后忙了整个厨房乱七八糟还是失败的，所以呢我从小就有那种观念，会烘焙的人实在太神了，会烘焙的人实在太厉害了，因为我就是从小就被姐姐这个失败的经验影响到了，所以呢我就有那种的想法，我真的是不喜欢烹饪，也觉得烘焙是很麻烦，很多东西要洗，做了不一定会成功。可是呢今天我是用的Domomi之后呢，我就觉得想做什么就立刻做，就好像那天我做那个烧包，那个 Rachel 突然间挑战叫我做烧包，然后我就说 OK 我立刻做，就是 他一讲之后我就立马就做了那个烧包出来 post 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为什么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从一个不喜欢烹饪很抗拒烹饪的人变成我现在很喜欢做，而且很喜欢做各式各样每一次挑战不同东西的妈妈。因为呢我觉得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上小学了，然后他们要带食物去学校啊，然后总不可能连上学的点心我都要求我家婆做给他，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健身的人，我不可能要求家婆煮什么东西给我就是适合我吃的，然后我就觉得我意识到我总是需要煮的。对，就像我现在之前我都是家婆煮嘛，然后我觉得说我都有需要煮啊，因为我的孩子不可能想吃什么都要叫家婆去做嘛，我觉得要有做妈妈的做尽妈妈的本分吧，然后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必要去学了，然后我就使用 Domomix， 我第一个做的东西就是排压，第二个做的东西是炒米粉，第三个做的东西是 chiffon cake。 我觉得这三个东西我做出来很成功之后，我就有更有的信心，更喜欢去煮了，不只是有信心啊，是因为它我不需要洗抹整个厨房啊，然后我也不需要洗很多碗碗碟碟啊，因为它就是这样子可以一锅到底了，就很方便很容易。谢谢李昂的分享。像现在呢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的这个 slide 哈，一下子哈 OK 大家看得到哈 OK。我就先讲解一下呢，这个 Domomix 呢，其实我们的一个是的功能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呢？这边呢，刚才我们 ID 有示范的那个即使酸梅，即使酸梅呢，刚才你看哦，其实它我们是用我们的磅秤去称我们的食材，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 TM6 的磅秤的精准度呢是一克，所以有时你做烘焙，尤其你做面包，这个精准度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你讲哦，我们的酵母那个酵母要放一个四克或者三克，你都可以直接用 Domomix 的磅秤称得到，它是很精准。然后呢，你就可以每次都是好像他 ID 讲，你可以喝新鲜的 lemon juice， 然后糖分你也可以自己减少，甚至你只要自己在家做这种珍珠奶茶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刚才呢Dion 的咖喱鸡还有 ID 的这个 banana cake 呢，其实我们都是他们都是跟着这个cookie do， 就是跟着这个 cookie do 的这个引导烹饪方式去烹煮的。这个等下我会 show 你们一下。其实呢 Dion 刚才他有 show 你们，他是从他的 DM6 这台机直接在里面搜寻食谱。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电脑甚至你的手机，只要你登录这个网站，你去log in 你的那个户口呢，你就可以随时在电话那边搜寻你要的食谱，然后你寻找到了你要的食谱，你放一个 save today cook today 呢，它就会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 TM6。 你看这个 slide 呢，这些其实这个 chart 是之前准备的，以前我们大概有五万道食谱，现在我们已经有大概76000到食谱在我们的这个 cookie do 网站里面，它的食谱是不断的增加的。OK， 然后你看哦，其实今天我们就没有示范到这个揉面的功能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做了一个 pizza， Domomix 呢揉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它揉面不像普通的面包机，甚至有一些
他们讲那种什么 mixer， 你可能要揉到一个十多分钟，十八分钟到二十分钟。Thermomix 呢，我们揉这个馒头两分钟就已经可以揉出很松软的那个面团。然后面包啊，这种面条也是，就是看你用的哪一种不一样的食谱，最多大概也是一个五到七分钟。还有哈，你甚至可以用这个揉面的功能呢，去做这种新鲜的鱼丸、虾滑，所以好像你要在家做一个 steam boat， 你可以随时去买新鲜的鱼和虾，很轻松的跟着这个 cookie dough 里面的食谱去做你要的这个鱼丸和虾滑，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跟添加物的。OK，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小孩子最爱的，我们随时、哦、可以用这个 Thermomix 呢去做很健康的冰沙，甚至是这个冰淇淋。所以、哦、我们孩子人家讲啊，吃冰淇淋多是不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牛奶，很多糖分，所以你吃多冰淇淋你会肥，甚至你可能会有蛀牙。但是我跟你讲哦，Thermomix 哦，你吃越多的冰淇淋你可能还会减肥，你是不会肥。为什么呢？我们的水果冰沙呢，就是你是用新鲜的那一个草莓、蓝莓甚至是香蕉橙，你就是给它洗干净了，你就放去冷冻，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我们这个 Thermomix 煮锅，然后它大概用一个十秒这样的时间，你就可以做成一个水果冰沙。如果你要做那种好像 Häagen Dazs 这样的 ice cream 啊，冰淇淋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种糖分呢，你都可以自己去调整，然后你买的那些食材你都可以确保它是没有腐烂，它是没有不新鲜的，这种我们全部都可以控制得到。而且、哦、如果你家有小孩子，你有 Thermomix 呢，小孩子还可以跟你一起去参与这种还可以跟在厨房，你可以很安心的让他去参与，他也可以就是这样按住那个按钮然后去转一下，他也可以去帮你烹饪，也可以帮你去做冰淇淋。就好像刚才 Dion、哦、他有讲他的女儿其实今年才九岁就会做这种 banana cake 啊，还有 cheesecake 拿去卖赚零用钱。艾迪的儿子我也是有曾经看到分享过，他的孩子也是平时帮他煮饭，然后他还会去跟着 cookie dough 的食谱去煮其他的料理的。然后呢，其实我们的 Thermomix 呢，他最提倡的就是这个低温健康烹调的原理。我们炒菜呢，我们都是用这个120度，传统的煮炒方式呢，当我们的那个锅已经热了，你再放油下去，其实它的那个热点其实是超过200度。所以为什么以前你时常会听人家讲哦，这种这种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好的这种油，你是不能用锅，不可以放在普通那种煤气炉啊那种锅来炒。为什么？因为高温它会破坏这种油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用小美，我们都是用好的油，因为呢炒菜120度它是完全不会破坏你那种油的营养，而且我们炒出来的青菜是非常的青绿，而且它很好吃，很清甜。就好像这个 broccoli 呢今天我们刚好也是没有吃饭，没有收青菜，但是我可以讲解给你们听。传统方式煮 broccoli 呢，很多时候像我妈妈她会先烫过那个西兰花，因为要不然她会觉得西兰花很难熟，所以要先烫水。或者有些人呢，他会放很多水在那个锅，他会焖比较久，要不然那个 broccoli 不能熟。其实这样的方式，我们这些营养 broccoli 的营养它都已经流失了。但是我们用 Thermomix 煮 broccoli 其实就只是一个四分钟，你不用特地去加水，它就会把这个菜的那个水分逼出来，所以我们炒菜是不需要放水的。然后炒出来呢回去刚才那个 slide 炒出来就算你放了几个小时它也不会变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低温健康烹饪的原理。还有呢，这台 DMC 呢，就是刚才 Dion 有讲到高温，我们还有这个高温的功能。所以有时你要做一些干香虾、咸鱼花腩包，甚至你要炸这种葱油酥、炸花生、炸江鱼仔去配你的 nasi lemak， 配你的那一个面粉糕都没有问题。 cookie dough 里面我们这个 DMC 现在有这个高温，而且你看我们的高温也只是160度，然后你要做棒棒糖，你要做 caramel， 它会用到170度的温度。这个高温呢，其实它还是用这个高温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用好的油，因为那个好油的 boiling point 是大概190度，所以它是不会破坏我们那个好的油的那个营养成分的。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 temperature control，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犬呢，这个等下我开给你们看。其实我们的 Thermomix 喷煮是非常简单，就只是三个圈圈，它有一个圈圈是让我们去控制那个温度的，所以它这个温度控制呢，可以让我们在不一样的温度的情况之下去准备不一样的食材。就好像如果你家是有小 baby 的话，你煮好了那个粥糊，你要给他吃，你要跟他加热，你可以设一个37度加热 baby 的那一个婴儿食品。想象一下以前我们的妈妈或者我们老一代的阿嬷要给孩子吃粥，他们可能就是拿起来，然后他们就是用那个口去吹，吹给他凉。其实这样的方式是非常的不健康不卫生，尤其是现在我们有这种 COVID 的情况，其实是更不容许。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用 Thermomix 37度去跟他、加热，他的食物出来是刚刚好，不会烫到 baby 的。你甚至可以用这个50度的、温度呢去融化巧克力。如果你是平时有用传统方式做蛋糕的人，你一定知道融化巧克力是非常的麻烦，你需要做那个 double boil， 你还要去 stir。 但是 Thermomix 呢，你就是直接把巧克力放进去 set 一个50度，它就会帮你融化巧克力，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子搅拌。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温度，你可以做90度可以做盖呀，120度可以炒肉炒菜，然后160度你可以做那种高温的食材，然后你可以甚至有170度去做这个焦糖模式的东西，可以做 lollipop。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你看哦，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讲一锅到底，我们煮南瓜汤就是可以连皮跟粽子把南瓜丢进去加水煮了一个18分钟，然后我们再用多一个1分钟，一个高的速度，速度10呢，就可以把这个南瓜 blend 成很幼就是很滑的一个南瓜汤。等一下我就要看一下这个、然后呢你看这个潮州芋泥，我不懂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平时有做潮州芋泥的，因为我有一个50多岁的顾客，以前他买了过后呢，他跟我讲他被吓到，因为呢他是潮州人，每次有做拜拜他们都会煮这个潮州芋泥去去拜拜的。他讲是很辛苦，因为你是需要站在火炉边不停的搅拌。他跟着我们的七天食谱去做这个潮州芋泥，他讲真的是太简单太容易了。还有这种嘎呀，我相信如果是传统方式你肯定是不会要去做，因为吼甚至你的门铃响你都不敢走开不好意思喝一口水。因为呢你煮干样你是需要不停的去搅拌，而且你要控制那一个火，因为如果火太大可能你的干样会焦底。所以这种东西就算我自己本身如果我没有 Thermomix 我是肯定不会去做这种干样。这种南瓜汤我也是会想一下，诶煮了我还要跟它放进去 blender 或者还用那个 hand mixer 跟它 blend。 所以就是因为很方便，你一个锅可以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你是会不断的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你甚至呢可以去做这个 yogurt。 OK， 然后这个一锅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一锅four layer， 就是一锅三菜。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先回去 Diona 一边哦，看他的咖喱煮到怎样，然后呢我会再继续回来这边跟你们讲解一下关于这个three in one 功能，就是用 Thermomix 呢一次过我们可以煮3到4样的料理。好了，我们去看一下 Dion。 好，我这里已经好了，噔噔。好，他现在呢我还没有放椰浆的哦，所以呢他大概是煮到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他这里呢有叫我放椰浆，当然如果你想要放yogurt 啦牛奶也是可以的，会比较健康哦。 OK，那我现在呢就把那个椰浆放进去，然后呢我再按下一步，他叫我放一茶匙的糖，那我就放一茶匙的糖，然后呢再按下一步盖上煮锅盖。好，再2分钟就完成了。所以呢加力鸡是不是很容易做，然后只要你这样子跟着它里面的步骤一个一个的放食材而已。这里有没有朋友就是喜欢吃加力鸡可是呢不会煮，又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很难这样子的，然后呢你今天看到我这样子煮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煮这样子煮到一锅的加力鸡。就是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像我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放食材而已，
有没有？大家应该都可以。如果你拿到你的 Thermomix 之后呢，你都可以像我这样子去 Cookito 里面找食谱，然后呢就准备食材，就把它放进去，每一个都是跟着它这样子放而已的。对，其实你们有什么任何的疑问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个 chat room 这边讲的。如果喜欢多炸的话可以怎么样做呢？对啊，如果你喜欢多炸的话，你可以把那刚才的香料你可以 double 也可以的，你把它 double， 然后你一样的去把它爆香，一样的放鸡肉，然后你放多一点的那个水的字也可以，看你们喜欢的。 有一些人呢，他们喜欢的那个 chili ball那个辣椒糊，如果你喜欢那种辣椒糊的也是可以放进去的，它就会更就是有点红色，比较橙红色的那种咖喱鸡咯。Dion， 我这边想问你一下，因为你是很注重健康，然后你也是一个健身女王，像你平时呢，你用 Thermomix 你最喜欢拿它来煮什么，就是很健康 的那个你最喜欢用它来煮什么呢？你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跟你们说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它这边有一个 Auto， 刚刚我用的Cookito 的 Guided Cooking， 然后呢我等一下炒米粉是 Manually 的自己调的OK， 然后呢其实它这边有一个 Auto Mode 的， Auto Mode 这边呢就有一个叫 Survey， 这个呢其实我是最喜欢，我拿到 Thermomix 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有这个 Survey 的功能，因为呢这个 Survey 的功能呢可以煮鸡胸肉煮到非常非常的猪细，猪细到我女儿都非常的爱。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咖喱鸡已经完成了，哇，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然后我现在呢就把它倒出来。其实我跟你讲哦，你有 Thermomix 你甚至可以做很厉害的金枕头，它 Cookie Book 里面也有这个金枕头的食谱，你真的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对，其实呢刚刚我也是在想我要做这个鸡加力鸡做了之后呢我等一下要做金枕头，其实我是有这个打算的，就是等一下直播完之后我这个家里机用来做金枕头的，那金枕头也是在 Cookito 里面的食谱哦，非常容易。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家里机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 OK， 那我先把它放一边好了。所以你看哦，我们有小美的人很任性的，你随时要做什么你真的是可以立刻做。我也是每次哦一煮咖喱我就会想，哎，这样我要不要顺便快点叫我的小美去揉一个面团，反正也只是五分钟揉一个面团，给它修面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去做这个金枕头，然后小孩子看到会很开心的。对， OK， 那我现在呢我就可以再换了，我换多一个煮锅，然后呢我就可以做炒米粉了。那炒米粉呢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哎，我已经是会炒米粉了，这样我就不需要用 Cookito 里面的食谱，就凭我自己平常怎么煮就怎么煮哦。OK， 那平常呢可能就是很正常的，你炒米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放一些的小葱啊蒜啊这样子，一样的我也可以准备一些小葱跟蒜，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哦，这个我也没有去量的，我是全部是我想放多少就放多少，我就放去煮锅里面，然后我没有剁，因为我之前没有来剁碎的嘛，那我就可以放去煮锅里面，我直接把它在它里在 Thermomix 里面剁碎。OK， 哎，很快的，你看 Thermomix， 其实它很厉害的，它每做完一步哦，它都是自动开盖的，所以呢，我都可以用单手来操作。如果你家里有小 baby 的话，你甚至可以抱着你的家里的小 baby 都还可以去操作 Thermomix 的。你看，我刚刚放进去，总共才用几秒，这里显示三秒而已哦，它在三秒它就已经把我剁碎了。那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今天是用一个砧板来去剁碎这些的蒜啊、葱啊，那你需要多少的时间去剁碎这些的蒜跟葱？那你是不是除了剁碎你需要时间，你拿你的砧板出来拿你的刀出来都不只是三秒了，对吗？那我今天就很轻松的就是放进去给他自己去剁碎哦。然后呢我就会放油，这个是葱油啦，是我因为 Thermomix 可以炸葱油嘛，所以呢我是昨天我做了炸葱油的葱油，我是来直接放它在里面，会比较香哦。OK， 一样的跟我们平常一样的，我们炒米粉的时候我们都要爆香那个蒜跟葱，那我现在自己去调个时间，好，我去给它爆香三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放
蔬菜进去炒，然后炒米粉。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留言哦，听说所谓是很特别的烹调技巧呢。 OK， 我很想跟你们分享所谓这个东西。因为所谓呢，它是低温真空烹调。低温呢就是说你煮鸡胸肉，我们只是用60度到68度之间的温度，那你喜欢60度你就放60度，你喜欢63度就放63度。那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63度的鸡胸肉，酥肥鸡胸肉。那酥肥鸡胸肉其实它是一个烹调的方式，那以前呢在40多年以前在法国那边就已经有这种的烹调方式，那它是用低温然后把它真空起来，把那个肉真空起来，然后拿去里面煮一个小时，那时间是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低温，比如说鸡胸肉只是63度的温度，它就是需要长时间的让它去在63度的温度里面去杀菌，然后就可以安全的使用。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这个酥肥这个东西呢？因为呢不是一般的家庭一般的餐厅都做得到酥肥的烹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里怎样能够烹调一个鸡肉63度温度一个小时，我们 control 不到那个温度的嘛。那如果你需要一般上的家庭或者餐厅，如果你想要做酥肥料理的话，你就要买一个酥肥的机器。那酥肥的机器大概就是2000块左右哦，2000块左右哦，只是能够酥肥而已哦。可是你用 Thermomix 哦，6000多块，你不只是酥肥而已，你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料理哦。然后呢鸡胸肉呢，酥肥的鸡胸肉是超级好吃的，真的是吃起来像鸡腿肉这样子的鲜嫩多汁的。OK， 不需要自己去 Partisan 买金枕头。对，这个做金枕头出来，我也是觉得自己很骄傲，是不是？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你觉得，我完全不懂什么概念，到底金枕头怎么做？可是你就是跟着 Cookie Do 里面一步一步的放食材，然后你就做出来的。其实你真的是每一次会为自己做的东西很骄傲的，忍不住的去很好练这样子。OK， 然后酥肥真的很好吃，是，你知道吗？在如果你去外面买那种，有些现在开始有人卖了的这种酥肥的酥肥包装。一片是要十多块钱的，我们自己做真的是你就是放进去一块的鸡胸肉几块钱而已嘛，四五块，然后你就可以放进去给它酥肥。然后我觉得酥肥的鸡胸肉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拿把它们带回家去尝试酥肥的鸡胸肉哦。对，其实酥肥不一定是鸡胸肉哦，酥肥还可以做三分熟五分熟的牛排哦。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餐厅高级餐厅吃那种三分熟五分熟的牛排，很好吃对吗？可是你在家里你是做不出来那种放三分熟五分熟，除非你是有，除非你是很厉害。 OK， 我的这个好了，你看他一边讲话哦，他的Thermomix已经把它煮好了。OK， 那我现在呢就会把这个包菜放进去，你看我这边包菜是很多的。等一下我还会放400克的米粉哦，400克米粉差不多是一整包的米粉。所以其实Thermomix真的是不小，有很多人真的会误会觉得，哎，他的煮锅这么小，我的家有七八个人可以吗？真的是可以的，他真的可以煮一大锅的米粉。这个整包的米粉绝对是一家人可以吃的。迪欧，你这边要炒多久呢？我这边炒米粉炒四分钟。四分钟，这样我这边回来一下，开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器。好的，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 DMCS 它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OK。它呢，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主机，然后它就是个煮锅。煮锅里面你看哈，我们其实是有一把刀的，这把刀是非常的厉害哦，它可以帮我们切碎食物，就是甚至把冰糖打碎，然后我们煮饭煮面都是用这把刀，然后它是可以反转的。然后它反转，它其实有两面，一面是非常的锋利，一面是钝的，所以只要你用的对呢，我们是可以拿它来煮任何东西，炒米粉是不会烂，炒菜也是不会断的。然后呢，它里面呢还有这个网锅，这个网锅刚才艾迪有示范，他在做那个鸡子酸面的时候，他是拿来过滤那个鸡子。然后呢，我们平时也是可以用这个网锅来煮饭。为什么我讲如果你有 Thermomix 你一定要拿来煮饭呢？因为这个网锅
冲，我们是用一个冲洗的方式，就是直接把你放在这边，然后你就放在水壶下面洗干净，洗干净过后我们就是这样放下去，然后我们就是用一个18到20分钟100度，然后一个速度 3.5， 其实我们是利用这个速度呢把这个水打上去，然后再把那个淀粉拉下来，所以我们的饭煮好呢，它的淀粉其实是沉淀在下面的，然后我们的饭就会在这个网格，你不要看它这么的小了，其实可以煮到大概一个400克的米，其实是很多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锅盖，这样当然我们煮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盖起来，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叫量杯，为什么叫量杯呢？其实我们煮饭的时候通常都是煮菜都是盖着它，这样它的温度就会每天在里面，但是呢它这边也是可以量50克到100克的那一个水分都 OK 的。然后这个这些东西你都是不需要另外付费的，就是你买的时候呢它是一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它做瓦罗吗，它是一个蒸锅煮，给你看一下哦，它有这个蒸锅盖，还有这个蒸盘，还有蒸锅。所以刚才为什么 ID 讲哦，他很忙，他放工回来，他上去冲凉，他下来他就可以吃饭，因为他是可以在煮饭的同时呢，在这边蒸一个肉，然后在上面还可以蒸一个蛋或者青菜，都是同时间的在进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跟方便。如果你们对这些配件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在 chat room 那一边发问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不需要另外付费的。然后呢他还有给你这个刮刀棒，你看他的刮刀棒的设计是非常的棒，他这边有一个圈圈，这样你煮了，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 spatula 放在桌子哦，我们这样放你看呢它是不会触碰到我们的桌子，所以它不会弄肮脏你的桌子的。还有你看它这边呢它有一个钩，它有一个钩，所以当我们煮饭或者你煮那个菊花茶你要把它拿上来呢，我们可以直接勾着这个网锅就是这样的拿上来，所以是不会烫到手的，非常的棒对不对？然后呢它还有这个就是刚才 ID 做蛋糕的时候有用到的这个蝴蝶棒，我们可以用蝴蝶棒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打发鲜奶油，打发那个蛋糕糊，或者你要打蛋白，有时你要做 chiffon cake 你要打蛋白，我们都是利用这个蝴蝶棒。这样呢甚至你要煮菜的时候好像你要煮嫩豆腐，那种滑滑的嫩豆腐，你都是可以利用这个蝴蝶棒，就是放上去，你的豆腐煮出来还是一样的美美的。然后这个 DM6 呢，跟之前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有这个高温烹饪功能，你可以拿它来用160度或者170度，你可以做那种高温爆炒，炸酱鱼仔，炸葱油酥，甚至可以炸猪油，这样你就需要用到这个房间盖。你也不用担心，其实它的配件真的很简单，像当你用高温的食谱你必须要跟着 cookie do， 它会跟你讲什么时候需要放上这个房间盖，所以呢它叫你放的时候它会有图片，它会有这个指示，你就跟着它这样放就可以了。这些配件呢都是你买的时候呢它会给你，它甚至会送你一本这个 basic cookbook，它有中文跟英文的版本所以你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邀请你进来的顾问哦，跟他讲你到底是要中文还是要英文版本的这个食谱书，这些都是在这个配套里面的。 OK， 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个一锅熟哦，其实就是大概这样Dion 你那边好了吗？ Dion 那边好了， OK， 我们这样给他继续一下哦。OK， 好，这里呢他就已经把我的那个包菜已经炒好了包菜了，那我现在呢我就要放水，那我的米粉是完全不需要浸泡的，其实真的没很方便的，因为呢它很多东西都是可能会帮你省略一些。那我放了那个水之后呢，我放一点的黑酱油，就是凭你喜欢，你平常放多少就放多少，所以你不需要跟着死死跟着他的 cookie do 的食谱的。那你放酱油，刚才有朋友问吼，那个食谱是有国文的吗？暂时我们送的这个 basic cookbook 呢它是两个版本，就是中文跟英文罢了还没有马来文的。 OK， 那好，那现在呢我就给他再把刚刚我倒进去的水给他煮一下子。Thank you.
OK， 那其实它只是煮一下子而已。那我现在呢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Thermomix 呢？因为呢 Thermomix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它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在卖。那我们随时想要找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随便去 Google 一下就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想要煮一个料理，那我们现在突然间可能我们想不到怎么煮，然后可能Cookie Do 里面现在有7万多个食谱，那如果你那个食谱没有在7万多个食谱里面呢，你就可以随便 Google 一下，就有很多的 YouTube 啊，很多的 Facebook 啊， IG 啊，里面就有很多人分享的。那其实 Thermomix 的一个好处就是它 Cookie Do 里面的食谱目前是7万多个哦，那以前只是4万多个，那现在它就一年多而已，它就从4万多个到现在7万多个。这7万多个食谱呢都是由每一个国家的 Thermomix 公司他们研发的，然后呢经过德国那边总公司的验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验证很重要，因为呢它是经过验证之后，这个食谱呢都是一定是安全的，然后呢也是有一定的 quality 的。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得到想要使用花钱买一台这个料理机的话呢，那你就一定要是选择就是有 quality 的，然后全球80多个国家都有在认可的，然后呢你随便 Google 一下你就有看到它关于它的食谱啊，关于它的烹饪的方式啊，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刀不会炖吗？刀是不会炖的，因为呢 Thermomix 另外一个我很想讲的就是 Thermomix 的刀它是有反转的，这个也是只有 Thermomix 有的哦。为什么这个反转刀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可以，你看我刚刚煮加利鸡的时候我的刀还在里面啊，我刚刚炒这个，刚刚放进包菜进去炒的时候呢那个刀还在里面啊，所以呢是非常的方便，你不需要你煮那些很软的东西或者是不想要切碎的东西，你的刀还在里面。这个 Thermomix 的反转功能呢是全球唯一一个料理机是有这种的功能的，然后其他的料理机呢可能他们要 copy 都 copy 不来的。 OK， 那另外一点就是很骄傲的是 Thermomix 是一个就是料理机的始祖，就是他从 Thermomix 开始他们才会有这一种可以搅拌又可以烹饪的。那我现在呢是整包的米粉，那多耶，等一下我要洗一下。 OK， 其实你看哦，刚才艾迪跟迪安在煮这四道料理呢，你都其实可以看得到，当你在用 Thermomix 放进去哦烹煮的时候呢，你是真的是一边准备一边烹煮还有一边清洗。所以像我自己哦，我的晚餐都是四菜一饭一汤，因为孩子很厉害吃，这样当我煮好的时候呢，我的厨房已经是很干净，因为我是完全不需要站在那边去搅拌，也不需要去理它。像它在煮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清洗，或者我去可以准备哦下一道料理需要的食材，所以是真的可以省很多时间。你说你这边是几片米粉啊？是八片吗？800克的米粉哦，很夸张，400克的米粉。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 Thermomix， 因为呢它虽然这么多的食材在里面哦，它还是可以煮到很美的米粉出来的。好的，谢谢你 Leon， 等下就来回来看一下你的米粉。好的，现在我再继续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 flip chart 哦。做这边呢，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解了这个three in one， 就是在煮饭的同时可以顺便蒸两道料理。然后呢，你看这个刚才我也是有提到的这个掌握正确的温度，所以你在不一样的温度的情况温度控制之下呢，你可以准备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呢，这个 DM6 呢，这些都是其实在旧款都没有的，就是它会有这个 slow cook 的功能。我上个月有用这个 Thermomix 去煮那个肉骨茶，我就是用这个慢炖的功能煮2小时半，我跟你讲煮出来的那一个汤比外面的真的是更浓稠更好吃。你甚至还可以煮这种焖牛腩，就是你可以利用它的这个慢炖的功能去煮这些料理。然后还有呢，你就是还可以它有这个fermentation mode， 你就可以去做这种 yogurt， 就是你去外面买一罐小小罐的 yogurt， 你就可以不断的自己在家去做自己的新鲜的 yogurt。 OK，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
Dion 有讲到的，就是这个酥肥的功能，就是你看哦，这种很高级这种牛排料理啊，你要做这个酥肥鸡啊，鸡蛋酥肥三文鱼跟鸡胸肉都可以。所以就算你是一个要减肥的人，你就不用担心，因为我知道以前减肥的人，他们吃的鸡胸肉拿水去烫，水煮鸡胸肉是非常的干，不好吃。但是 Thermomix 的酥肥煮出来的这个鸡胸肉还是鲜嫩多汁，很好吃的。好的，你看了、哦、我们这样看了这么多这个四样的料理的示范呢，其实你看 Thermomix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快速很简单的去准备料理，而且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烹饪。就像啊，你看 Dion 的女儿九岁都就可以自己去做蛋糕拿去卖，艾迪的儿子也可以帮他用 Thermomix 去煮饭。我自己本身呢，我12岁的女儿咖喱鸡她都可以自己煮，然后孩子他们要喝那些 Milo Van 啊，要喝 Lemonade， 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做。然后好，甚至我的两岁的儿子，我跟你讲，小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他很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厨房吼，他会跑进来就是要我们去抱他。你想象一下，如果是用传统方式，我们哪里放心让我们的孩子跑进去厨房？你真的是会疯掉，因为你担心他会碰到那个煤气啊，或者那个油会弹到，会碰到他。但是我跟你讲，我是让我两岁半的儿子去参与，他每次一听到那个声音，他会自己跟我讲 Thermomix， 然后他会要去转，我都很放心的让他去做的，因为这台机器就是它很安全啊，小孩子都可以用，甚至你的老公也可以去用。而且你看哦，刚才他们做是不是真的很省时间很省力气，而且还有这个 pre-clean 的功能，非常的方便，甚至你的家没有抽油烟机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没有油烟的。你看 Dion 跟 ID 他煮的时候，他有那个 Dion 在煮这个咖喱鸡跟米粉，他有那个烟，其实那个不是油烟，它是那个热气在蒸发出来。这边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呢，我以前就是有煮，因为我很注重啊家庭饭，我觉得我家我是个孩子，饮食健康饮食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是一个烘焙小白，我以前买的面包机不是为了要做面包，我是为了要打面团，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面粉糕，所以我是特地买一个面包机来打面团。但是打面团要18分钟，而且我的面包机没有到一年就已经坏了。完全是烘焙小白，不会烘焙的人，你看我用了这个 Thermomix 过后，这些都是我用 Thermomix 做出来的蛋糕。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台机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带给你健康的饮食，它还可以带给我们，我们会觉得赢自己而为很想讲的，就会觉得很骄傲，就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就是你就算你是一个做工的妈妈，或者你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你可以其实做的更多，就是你可以就是完全跟这 Thermomix 食谱，然后你可以做出你看这种蛋糕卷啊，这个是 ice cream 的冰淇淋，是我做给我儿子今年两岁生日的生日蛋糕。然后这种其实孩子的生日蛋糕，父亲节母亲节的蛋糕，现在我都是自己做。这个 bun cheesecake 是非常的容易做，你看这个樱花乳酪蛋糕也是跟着 cookie do 的食谱去做的。还有这些，其实我就是要让你看一下，不要误会哦。有些人讲 Thermomix 只是可以煮西餐，真的不是，它也不只是烘焙，当然它做烘焙揉面非常的厉害，你看面包是非常的松软，这些都是我最近做的这些不一样的口味的面包。其实从一个烘焙小白不会做蛋糕跟面包的人，到现在可以，其实我不当然跟那些很厉害的师傅我真的是真的是不能比，但是我已经是觉得非常的高兴，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成就感。你看哦，其实我觉得孩子渐渐的在长大，我觉得你可以让他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啊，吃到妈妈做的月饼，然后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吃到妈妈做的粽子，这些都是我用 Thermomix 去做出来。你看中秋节我可以做不一样口味，可以做这个蛋黄酥、彩虹酥、传统月饼，我甚至可以做这个草莓大福、蛋挞。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也会觉得妈妈很厉害，好像基本上有时他们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做得出来。你看这个咖呀，我也是用 Thermomix 跟这个 Thermomix 食谱去煮，这个咖呀糕真的不差，真的是比得上怡宝非常出名的那个咖呀糕，而且它也是这个 cookie dough 的食谱来的。还有你看，不要以为它只是厉害给你做面包，你要煮面不一样的面，西式中式都没问题，中餐
蒸蛋非常的厉害，很滑。还有这个炒完母须，这个底温也是很常做，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做很多日本料理，煮那个热色的昆布高汤，煮粥煮虾全部都没问题。这些都是全部用 Thermomix 做出来的料理。还有你看 Thermomix 炒出来的青菜是非常的脆利好吃，茄子是我女儿的最爱。传统方式炒茄子呢，你是需要先烫过油，要炸过才好吃，它才会软。但是我跟你讲，用 Thermomix 是完全不需要，就是直接放进去里面烹煮就已经很好吃。所以你看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很健康，少油少煎炸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苏肥做的那个苏肥三文鱼，还有这个苏肥的鸡胸肉，是真的很好吃，它是不会干干的，你看到吗？ OK， 这个就是我的儿子、啊、梁旭东，你看他真的是会，我会放心去给他参与。当你有小孩子，小孩子可以跟你、哦、一起用 Thermomix 去做这种 cookies 啊，做 smoothie 啊，做这种啊 ice cream， 真的是没问题。然后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跟对团队买很重要，因为在大的团队你会有很好的售后服务。这样加入我们小米杀手呢，你只要你跟我们的顾问购买，你购买下单过后呢，你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 Band 的 App 呢，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我们有自己的私家食谱库，就是有时有一些食谱你觉得 cookie 都没有，你想尝试一下其他的食谱，我们在里面也是有很多非常多的食谱，都已经帮你归类到好好，有面啊，有粥，有新年的那种 cookies 全部都有，而且还可以跟其他人聊天分享你煮出来的成品，你都可以再进去我们的 band 的族群。我们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的 private group， 就是我们会有这种线上啊直播视频啊，你都可以在那边看得到。还有我们也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你可以进去看我们顾问做的这种轻松煮影片。我们也有自己的 website， 你可以进去看很多关于 Thermomix 的那种知识，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甚至你用的很好，你想加入我们做顾问，你也可以进去看做顾问会有什么福利，全部都可以在我们的 website 看得到的。然后这个之前其实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这个 cooking class， 其实是从上个月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换成不是每个月一次，我们是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 hands on class给你们看一下咯。就好像我们这个period呢，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做这个葱花卷，然后星期四就是这个星期四我们是做了这个戚风蛋糕，下个星期四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炒饭，我们会教我们的顾客怎样去炒饭。这个 hands on class 就是我们会在 Zoom 让顾客跟我们同步一起做，然后有问题可以直接在那边发问。然后这些活动我是觉得很重要，你加入了我们你都可以免费，完全不需要付费去参与这些活动。然后我们下个星期炒完过后呢，后一个星期我们就会有顾问教我们做这个豆腐花，豆猫咪还可以做豆腐花煮豆水。 OK， 这样豆猫咪是多少钱呢？现在呢是6988，就是你下单你是需要给一个6988。如果你是有Hong Kong Bank、 CIMB、 Maybank，还有一个是Public Bank 的信用卡的话呢，你还可以选择24个月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其实一个月是290多，算起来真的是一天都不用10块钱。其实你就想他带给你的那个便利，我觉得这个价钱一点也不贵，因为你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它去做很多东西。然后呢我们现在目前的优惠就是呢，如果你是给 full payment， 你是用 online banking 给 full payment 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carry back。 这个 carry back 是什么呢？你是可以把整台 Thermomix 还有它的那种 accessory 放进去，因为这台机其实它就是一个 mobile kitchen， 你可以随时把它从干厨房搬去湿厨房，湿厨房搬去干厨房，你要回妈妈家你可以带着他回妈妈家帮妈妈一起煮，你要去旅行你也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然后呢你如果有这个 carry bag 你就很方便，随时这台机都可以带，你都可以带着他走。但是如果你不要用这个 online banking， 你要用 credit card 付费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一本 extra 的 cookbook。下单的时候公司已经有送你一本那个基本的那个食谱书，这本是额外的，就是你用 credit card 给全费的话呢，你就会另外拿到一本这个食谱书。 OK，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是有这个幸运抽奖，所以 before 这个幸运抽奖呢，我们先去看一下 Leon 那边，看一下 Leon 那一边。 Leon 你好了吗？我好了，来我现在要拿那个米粉出来给你们看，等一下我
哇，好大的一锅。对，其实很多人应该想看一下你的米粉会不会切到一段段呢，因为你的刀在里面。对，等一下，就是 thermometer 反转，哎呀，太大锅了，这个碗又放不到。哎呀，我失算了，因为我平时在家里我没有炒这么多，因为家里只有，你看它里面还有很多，等一下，我给你们看，这边已经一大碗了，然后这边还有。OK， 那我先不炒出来，我就暂时就这样子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炒米粉哦，是很漂亮的。然后呢，你看我在这边有没有大力和小力和的在炒啊？就是这样子放整个米粉放进去里面。那我们可以配我们的加力鸡，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比较好，可以放一点的葱花或者是这种香草，然后或者是放你的鸡蛋，你可以做一个鸡蛋来放。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炒米粉哦。你看这边还有一大锅，一大半。真的，所以真的是不怕不过世的，它真的是很多，可以煮很多的。谢谢你 ，Dion。等下我们再回来拍照，我先去看一下 ID 哦，它的蛋糕应该是好很久了。Hello ID。你的蛋糕好了吗？说好了，很久了。这个是我刚才，其实我做了两个 loaf line， 因为我的这一个模不是很大个，所以你看哦，我甚至还可以哦，上面摆一些就是放一些那些 sunflower seed 啊，你要放 pumpkin seed 啊，放两个香蕉，你看这样美美。你甚至可以拿去卖，就好像比如你讲他女儿，如果是这样做了，你看就是这样，你可以摆美美，你可以这样子就拿去卖了。所以这个不只是可以给你自己家里吃哦，还可以帮你赚钱呢。如果是你真的是有想要做的话，而且真的是一个六分钟你就可以做出两个。我的这个食谱的分量呢，我是可以做了两个酱，但是这个我已经给它切出来了，所以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 texture。所以你看里面 texture 是很 soft， 很好吃的。这个、其实这个 Thermomix 的这个香蕉蛋糕的食谱真的是很好吃，我非常的喜欢。对、嗯、好的，谢谢 ID， 所以我这边就回来吼，这样我们去、其实你们还有问题你们可以发问。刚才有一个朋友他是问、DM6 上面的那一个网锅有一个盖 OK， 因为如果你是有用 DM5 的人呢， DM5 的这个网锅是没有这个盖子，像这个新的 DM6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盖子呢？其实它就是要预防我们放太多东西，像如果你放太多东西你就会压着，所以如果你放太多东西，你的网你的盖盖不完，就是代表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其实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要避免你放太多东西在这个、simmering basket 里面。其实它这边也是有一个 maximum line 跟你讲可以放到多少，但是可能有些人因为没有这个盖，他们就没有去理，他们放到很高出来，然后他们就用这个东西这样直接很就是很强迫性的给它压下去。但是你有这个网锅，你看到你这个东西是已经是降了，就是代表你的食材太多，你一定要减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好像你要把那个煮熟的饭拿出来，你这样勾进去了，你去勾进去了，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你就可以这样顶着它，你倒你的饭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稳。所以这个也是它的其中一个用途之一。这边有朋友问炒米粉煮的时候是要用手动去搅吗？其实呢，我自己煮的方式就是当你煮很大锅的米粉呢，我会、稍微用那个 spatula 在上面这个洞口呢去跟它搅拌一下，这样就好了。但是你是不需要像传统方式就是一直都在那一边搅拌，是完全不需要的。好的，这边我就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cookie dough， 因为、其实有人问了 about cookie dough 嘛，我就很快速的给你们看一下、关于这个 cookie dough 的东西一下子、哦、OK， cookie dough 其实就很简单哦。你看我是可以呢、可以看到我的 screen、哦、我就是可以去从你可以从手机甚至可以从电脑呢去登录这个网站。OK， 你看到吗？他还会跟我打招呼，他讲 Hello Maylin， What would you like to cook today？ 这样呢，如果我是讲我有小孩子在家，我不能煮什么 ，baby 很小，你只可以带一个 baby food。你看哦，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baby 料理，而且他会跟你讲哦，这个是适合六到九个月的，看到吗？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好像你要煮一个鸡，这样如果你讲我不会看中英文怎么办呢？
这样你就可以、哦、写中文打一个鸡，看你看打一个鸡，你就有看到这些鸡丝粥啊，有很多鸡的料理，非常非常的多。就好像如果我今天我要煮这个、小鸡炖蘑菇，或者我要煮这个，我看一下有什么。OK， 我要煮这个飞，你看很多，其实可能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你的孩子是不会闷，你可以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哦，我今天要煮这个白切鸡，你就可以按这边，你就可以按一下 cook today， 这样这个食谱它就已经会连接在你的 TMC， 当你打开你的 machine 的时候呢，这个食谱就已经会出现在那边，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跟着它放料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哎，我还不要煮，我要改天才煮，你也是可以 add to my week，选那一个日期你其实要煮，或者甚至、哦、你要放它在你的 collection 也没有问题。就是你看像我自己呢，我有很多，我自己有 create 很多 collection， 就是我有 create 了 bakery 啊 beef 啊 cake，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要的 collection 里面，这样下一次你要煮的时候呢，你就不要麻烦，你就可以进去你自己 create 的 collection 呢，去找你之前有 save 起来，好像 beef 我有这种 save 了这种 beef 的食谱，chicken 呢也可以有这种啊 ，chicken 有什么东西就按进去，它就会跑出来了。而且它非常的厉害，就是呢，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看得到这一个食谱的分量是给几个人吃哦。这个是一个四人份的食谱，它需要用什么食材？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像 Dion， 他很注重这个健康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哦，这个食谱它的 calorie、它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它的成分是多少，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随时在家，你要去啊、你随时在外面，你要 plan 你今天晚上要煮什么，你都可以在外面做得到的，因为它就是这么的容易。OK，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哈，现在我们就来这个幸运抽奖，这些都是啊，今天有报名参加我们这个 demo 的朋友，我会转这个转盘。如果你的名字出现哈，你必须很快速的在我们的这个 chat room 这边呢写一下你有在，要不然我们就会 pass 这个机会给别人了。好的，我们现在哈要进行第一次的抽奖哦。雷一蛋有吗？雷一蛋有在吗？如果一旦有在的话，就在这边讲一个、举手一下，或者你讲有在，我就数三声、哦、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remove 掉。一、二、三，没有、哦、好的，我 remove 一下。现在我们再进行第二次。Beyond ID， 你们帮我看一下、哦、可以，可以。修虾令有在吗？修虾令有在吗？没有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去给下一位幸运儿了。OK， 我就 remove 掉，没有哈、哦。有人说有哎，这个 Wen Siki 是谁？是修虾令吗？哦、oh, ，OK， Gabriel Quick， 你是谁啊？你是修夏令呢，是不是？对吗 ？OK， 好，对，就是 Gabriel Quick， 他其实是用他，就是修夏令，他用他的 husband 的 account 进来。OK， 好的，好的。但是下次记得一定要换名字哈、哦，要不然我们会作废。好的，现在我们去第二个幸运抽奖了。Mabel 汤有在吗 ？Mabel 有在吗？我数三声哈，一、二、三 ，OK， 我就 remove 掉。哇，好像很难送出去耶。第二位 Chloe 有在吗 ？Chloe Lim。有啊，应该是我看到他的名字，可是不知道有在吗？有在哦，有，是恭喜你 Chloe， 所以我就close 掉这个。
诶，我刚才应该是要 OK， 然后刚才应该是要 remove， 这个是第三份了。Irene Liu 有在吗？没有看到有这个名字。一、二、三，没有，我就跟他 remove 掉了。好的，我们再来最后一份。JC。JC 溜 ，JC 溜有在吗？有哦，我看到他名字有在。Hello，JC， 你讲一下你写什么？哦，恭喜恭喜 ！OK， 今天你们哦幸运得奖啊，就是你们三位得奖时呢，等下你们可以发你们的手机号码，还有你们的地址跟名字。给邀请你们进来的顾问，这样你们的顾问就会把这些资料呢转给我的，所以记得、哦、要去联络你们的顾问，给他们给你的顾问你的名字地址还有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恭喜你们。好的，这边呢我想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其实今天我The Moments 的功能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两个小时给你们看到它全部，是不能show你全部，但是我们可以讲解都尽量讲解。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哦，朋友有问如果下单多久会拿到货呢现在下单大概是20天工作天，对，其实两到三个星期你就可以拿到货，其实就是那一句早买早享受，真的不需要去想太多。因为呢我相信只要你跟对的人买，跟对的团队买，你是肯定不会后悔的。因为你看哦，我是一个本来就会，其实如果你就是一个已经很厉害组的人，他也是非常适合你。就像我我就真的就把 The Mommy's 当做我平时的一个锅，我要煮什么就算 cookie 都没有食谱，我就是利用它的那一个三个圈圈，时间温度速度去烹煮我要的东西。只要你明白了那一个原理，你真的是可什么东西都可以煮得到的。所以希望你们真的是不要考虑太多，就直接去联络你们的顾问。现在下单是非常的简单，你的顾问只是需要给你那一个下单的连接，你放你的那个信用卡资料，你也不需要给我们任何资料，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的，现在我就放 Dion 跟ID 我们进来拍照一下。好，我这里的炒米粉我换了一个大盘，所以是很大盘的一盘炒米粉。等一下我想说来自己啊OK， 我们拍照一下，谢谢 Leon 跟 ID 今天帮我们示范。真的记得一定要联络你们的顾问哈、哦，不要再想了。好的，拍照一下，一、二、三。好的，谢谢你们，说谢谢进来的朋友。如果你们觉得还需要再看，我们每个星期天下午三点呢，我们都会有一样的示范的。下个星期我们会有 Dion 做我们的主持人。OK，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拜拜。拜拜。